大家好，我是狙击王。这一次呢，有空呢，我就来做个 Q&A 的解答吧。拜托，不要再催我了，我已经快没时间做影片了哦。关于问题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在月底的时候完成，尽量了。那就做一两个问题来问问看好了。请问一下，狙击王之一，你的智商是多少呢？当然，对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左通水管右通马桶的我，当然不知道。请问你做过最危险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呢？可能是照顾一只正在发情的山羊，实在太可怕了。好了，这就是以上的视频，我希望月底能够出来。